成功一定是努力来的。虽然说努力的人不一定会成功，可是成功的人一定要经过努力这个过程。我公公他要求我们，就是不能乱喷农药、营养剂、杀菌的都不要，我们一定要种植自己敢吃的水果。我们这个地方苗栗县卓兰镇，我公公他水果都是给中盘商卖，后来我们去买小货车，然后我们出去大街小巷就开始兜售。那时候我记得一盒才400块、啊、我就想说打一个基础嘛，我们就薄利多销，后来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开发自己的市场。就是这样剪下来，那这里一样，我们就是要留一个横深的枝条，就是留着冬天又可以移花接木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的每一串梨子就像我们的小孩一样，就是细心呵护下成长茁壮，看它的色泽。第一个是水果甜啊，好好吃又可以送礼。第二个环境也算蛮优雅的，就这样慢慢的走出一片天。我们都是抽大安溪的水上来灌溉的，既然是自己的土地，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，要给他吃最好的。当我们套袋以后，老板就不定期的一直土壤灌溉，我们没有土面上施撒肥料，我们是用怪手，一棵树挖4个洞，很大的洞，从地面到膝盖这么深，然后有买很多种，至少3种的有机肥，就这样子用水桶放进去，再用泥土盖起来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有好几年都是有开花没结果啊。那别人为什么成绩那么好？他们有买花粉来人工授粉。那我老公就说他看别人有养蜜蜂，他现在就慢慢养慢慢养，已经养到快要20箱。那些就是我们的兵将，你看哦，我们养那么多蜜蜂，我们会乱撒农药吗？所以请消费者大家放心，我们都是按照自然农法，我们不用化学肥，用有机肥，还有友善农耕，就是不要用除草剂。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就是严格分级包装。我们甘愿这个，好、哦，就是我讲的黑斑雀斑，这个就是列入2级。好、哦，来，像这个，它就列3级。我的1级、顶级就是这样子都没有斑点，而且果型不可以长方形。现在的运费我都用最好的，为什么？业务员不会用摔的，我要客人收到。梨子是完美的，而不是半路被喷撞的。欢迎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王真鲜，这个名字也是我选择最新鲜的水果来栽培。好，如果你喜欢我们芬芳果园的好梨子，请大家放心，您加我的 LINE 0937231287，或在脸书留即时讯息，我就会把最新鲜的芬芳好梨新鲜宅配到府。您今天订购，我晚上打出货单，明天隔天就出货，第3天就到您手上哦。